哎，台湾的朋友晚安！哎，我们刚吃晚餐，就刚刚吃完晚餐。然后，哎，等一下我们去全联买啊，什么？蛋糕甜点。他们不叫蛋糕，他们这是什么？他们说，不是，就是甜点哦。就甜点，然后选圆。圆圆的那个是圆圆的，长长的，就是松乳卷啊，对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吃十五块，对，对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来这里的时候，因为都很多东西要弄，就没有时间，但是我在全联看见，我哪一天是晚上，我看见我一定要吃那个松乳卷，对对对。然后大概等了一个多月，第一次吃，才有空时间对吃，哎，很好吃的。因为他在香港也很喜欢吃生乳卷嘛。有一次我们见到有一个长方形的，哦，很好吃啊，比这个长长圆圆的更好吃，更好吃，更好吃。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的，大概120多。对，都好吃。然后就有个法布雷塔，哇，它有两款，有一款是乳酪吗？还是乳酪还是 yogurt 还是芝士啊？叫 cheese， 对，芝士塔，好，哎，好，北海道芝士塔，对，很好吃，很好吃的。拿个。哪里的甜点我都很爱。大概我们吃了7还是8种，已经。对。你们的，我想，你们都应该试过，全都吃过了嘛，对吧？你们爱吃全年的甜饼吗？甜点，对，不错。鲜了，哎，我们要去全年了，现在祝你们都平安喜乐，拜拜了。